无肉不欢的友友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青椒酿肉，太下饭了。先按屏幕上的调料调一个简单的料汁，再按调料表给肉馅调一下味，这个也是好吃的关键，搅拌均匀即可。青椒去籽，填入肉馅，锅内热油煎至虎皮状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扣盖焖煮5分钟左右，大火收汁，美味就做好了，看看是不是非常有食欲。